这边好像就是通到它这个火车站的那个位置。啊，这就是它这个飞机场了，太他妈小了。不过这边倒是一个小镇啊，你看这边很多车。这个小镇呢，就是这个机场比我上次去巴黎的时候那个要好。因为巴黎的那个机场啊，它落的那个位置是完全是个就是一个郊区，就没有什么东西，就是那一个机场。而这个机场的位置呢，是在一个非常小的小镇。这小镇呢好像是靠着一个湖啊，到时候我在网上搜一搜，看看它是一个什么湖。所以它既然挨这个小镇呢，这边人就相对来说多一些啊，有几个小楼也不太高。现在我去坐这个轻轨，然后就去我的这个旅馆 check in。 我今天在那个机场被人坑了，一个女的非给让我试她那个化妆品，然后我花了500块钱买了一个洗面奶。我操，我感觉那个也就值个200块钱，这样的话我就赔了300。我现在有点不开心，再加上我很困，所以呢，状态不是很好。先录到这儿了。